哎呀，罢了，朕还是亲自嘱咐太医吧。你们先回去，何时去书房，朕会让赵高通知你们。走。陛下。哎，父皇。留步。 陛下，父皇，你们一直在外面听啊。陛下，所谓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，单凭徐福、姚淳古造云里雾里的几句话，陛下就相信他，恐怕太草率，对不对？对，是太草率。 陛下，咸阳距东海遥遥3000里，试问谁又能听到，谁又能看到？陛下千万不可偏听偏信，就是见到之后再做决定也不迟吧。按蒙廷尉的意思，我请徐福先长来，徐福先长是在欺骗陛下了。是否欺骗，你们自己心里明白。 陛下，我徐福遥遥3000里赶至咸阳禀报，是因为此事重大。这海神和天神不同，是个易怒的神灵。倘若知道了我们今天的对话，别说东渡至仙岛，就是人想靠近海边，也是难上加难。父皇，您不要相信他的话。什么海神？谁见过？你见过啊？ 好了，谁都不要再说了。马爱卿，朕问你，你是什么职务？为陛下朝廷廷尉，掌管刑法，管理天下刑狱，主管一切与修订律例有关的事宜，并统帅全国郡县廷里尉，形成严密的司法网。既然如此，此事朕会和分管财务的李丞相具体商议，你就不用太操心了。 赵高，在。替朕拟诏，就照徐仙长的意思办。不过有一点，明年夏季必须成型。是，陛下。对鬼神信则有，不信则无，这是李斯说的吗？是啊，他是答应在圣旨面前要据理力争的。不愧是丞相，就知道以江山社稷为重。 说归说，做归做，你别忘了，他本性属鼠，你别看他平时在别人面前慷慨陈词的，可是我怀疑啊，一旦见到圣上的诏书，他就会嘴也短了，是腿也软了。<笑>我们呢，还是不要指望这个李丞相会做出任何壮举出来。那样的话，孟毅哥哥，那我们该如何是好啊？我看。 关键还是打消圣上对鬼神的依赖，这有点不大可能。我发现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父皇对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越来越相信了。哎，那我们就从他身边的人打开缺口。你是指胡姬？来，我已经查出了一些眉目。有何眉目？你知道吗？为何如此圣明的圣上，一到晚上，便把他当成玉妃娘娘？ 莫非那个狐狸精也会咒语？哎，那也是鬼神的名堂。哎，我派的人查过了，回来告诉我，这一到晚上，胡姬便给圣上喝一碗汤药，说是可以安眠的。哎，我昨日恰巧就碰到王太医送药，我本不懂药，我就想吓唬他，谁知道……明白了，孟毅哥哥，问题啊出在那碗药里。 这么些日子了，怎么这直到的工程仍旧未见长多少啊？陛下难道没收到蒙恬大将军的快报吗？现在秦直道工地的施工资金严重短缺，各种材料也供应不足，劳工们甚至出现了断炊的现象，人心涣散了，进度自然也就慢下来了。是吗？怎么未见快报啊？好，陛下，这就是蒙恬大将军的快报。
还真是这样。赵高，陛下，赵大人去巴蜀地安排伐木一事。传朕的诏令，在巴蜀一带多伐一部分的木料，直接运往直道，交与蒙恬使用。小的明白。问题解决了吧？太好了，蒙毅哥哥，你看吧，父皇啊，果然还是把修秦直道放在第一位的。那是当然了。朕是大秦江山的始皇帝，现在北疆的百姓受胡人的骚扰，还过着动荡不安的日子。朕这个做君主的，怎么能置百姓的安危于不顾呢？陛下，请看，这不是当初我要你在渭水边的陨石上拓下来那六个古篆字吗？怎么在你这儿了？陛下，臣奉诏到文学馆彻查，就发现了这副牌子，想必是当年淳于越留下的。嗯，没错。当初李斯认不全这六个字，就交给了淳于越辨认。现在想想，那淳于老先生还是做了些好事，可惜了他满腹经纶呢。父皇，这淳于越老先生虽然是满腹经纶，可依灵儿看，单这六个字"亡秦者必胡也"，应该是防不胜防吧。因为灵儿觉得，这胡字可能也并非只当胡人讲。还能当何讲？灵儿觉得是。是指谁呀？父皇心里一定明白。灵儿想的是谁吧？嗨，放心吧，朕以后不会再随便相信人了。王太医，原来是林公主啊，吓老夫一大跳。太医手里拿的这是什么呀？这是给圣上的药，圣上他睡眠不好，喝下此药能安神静心。哦，那能不能给灵儿看看？公主也懂医术啊。我当然不懂了。哎呀，你就拿给我看看吧。这个、哎，公主请便吧。此药好像并非安神药，而是一种迷魂药吧？林公主何出此言呢？灵儿自小在山里长大，常跟着一位老伯去采药。这药我认得，我没说错吧？公主饶命，公主饶命，公主饶命啊！这都是赵高赵大人逼着老朽这样做的。那你跟我一起到圣上那儿去作证。哎呀，不敢呐。为何？反正都是死。那我给你一个不死的机会。只要不死，公主让老朽做什么都行。你把这个去给父皇熬了，这是真正的安神之药。哦，是，走吧。哦，是。陛下，太医说了。就这样，父皇啊，白剑进，红剑出，众人都惊呆了。父皇反而笑着说："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是朕啊，在梦中得到神的指点。"说是有人要蓄意谋害朕。母后，原来这个人啊，竟然是胡姬。好啊，这真是梦中除了一个大害。嗯，灵儿，你父皇又杀人了。难道这个人不该杀吗？他冒充母后欺骗父皇，他还给父皇下什么迷魂药，本来就是死罪。这个叫胡姬的，好端端的冒充玉娘做什么？母后，你难道觉得他不该杀吗？他是有错，可我们每个人到这个世上来只有一次，但不一定要处死啊。嗯，那灵儿听明白了，母后是个心地善良的人。母后是认为，再坏的人犯了错，也要给他改正的机会，对不对？灵儿真聪明，你父皇这一辈子杀伐征战，咱们得劝劝他，少杀几个。嗯。